食物叫甘霖是不是？哦，哇，好棒！啊，完蛋了，我的直播断掉了，可恶！我有连，可是他怎么这样子？谢谢谢谢。对啊，谢谢。黑掉。好。谢谢谢谢，六块六块，六块鸡块，六块鸡块你喜欢吗？可以那个沾糖醋酱，糖醋酱以前不用钱，现在一个要五块，好贵。好贵哦。对啊。为什么要涨价？因为我小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去吃麦当劳，我都一直跟他要糖醋酱，然后他们就跟总公司反映，从此之后糖醋酱就涨价。有没有可能？就是我害了大家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直要讲屁话吗？因为我网络一直断掉。有没有人要封我网络啊？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应该好了吧？关，那他就被强制关播了，那大家就断钩了。完蛋了，我要被揍了。等我一下下啊，我们等他，顺便等他调音，顺便等他调音。A 调可以的啦，你可以吧？谢谢，你要点歌吗？不要，你是跟我说嗨，还是说不要嗨？你看，你看，薪水小偷开始滑手机了吗？开始滑手机了，赞！一起滑啊，一起滑。为什么你要拍花圈呢、啊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、啊？我上次好不容易找谱了哎。啊，你是看那个佐助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那是我，不好意思，我比较废，我就看花圈谱。不然你觉得我怎么可以每首都可以弹出来呢？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尴尬，不然我喝水，大家等一下哈。等我。他最麻烦。对，我最麻烦。就你最特别，如果你去当兵，一定是那个被长官干爆。对。超级拖延。龙源，龙源。却口都一样，去马推马，这男的
算输。孤勇者啊，孤勇者，谢谢谢谢，不仅都一直操我的喉咙。